啊，华盛顿那个我听了。你有什么想对他说的吗？这也太夸张了吧！谁夸张？他不夸张，不要激动。他现在坐我旁边，你在问谁啊？你在问我还是问华盛宇啊？我华盛宇。哦，华盛宇，华盛宇，他问你那个，你问的什么？他问你发布会怎么样啊？嘿，别睡着了，嘿。嗯，发布会还可以，没有什么问题，很开心哦。我天哪，我怎么有点晕呢？啊？所以刚刚是谁和我说话了？我有点慌。刚刚是华星宇跟你说话。是吗？对啊。凭什么？你是不是以为我？你以为我是撒谎电话骗你，对不对？那倒没有了，但是就很突然嘛。你看完话也对呀、啊，我就是要跟这个人说好像吗？然后完了之后，因为就是自己在说话了。你认错人了？没有啊，就是你了。你都把我认错人了，我好失望啊！